门了，搞得刚入去哈。那你像饼干里面像馕。还有个人，我是孙家。嗯，到了几天了？到了几天还没吃啊？哈哈，对。这个来了先吃哈，吃饱了再说。看到了，这么大一个腿，碳水天堂。他们家还有烤肉啊，但是我今天是来吃刚子肉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可以看哈。这是多少钱一罐的？35块钱。一坐下来，他们就给我两个bagel。这里叫窝窝囊，中间没有洞，好硬啊，这巨硬无比，捏不动，好想尝一口。哇，好香！下午茶喝，没什么味道。这好香啊，越吃越香。外面像饼干，里面像馕。他们这里人好像很喜欢吃这个，我昨天在路上到处都有卖这个。这很神奇，除了不是热的，跟现烤出来一样的，就特别脆。好死了！刚子肉吃一下，哇，这么大一块肉！晚上都是吃肉吗？白天都是吃抓饭吗？我猜这汤是没有味道了，应该是自己调，旁边有盐啊什么的。哇，好烂啊这肉！哇，看着就好好吃。哇，好好吃，没有任何味道就已经很好吃了。我的天，一点都不膻，还有一块肉。汤我一会儿得好好的喝一喝啊！里面还有鹰嘴豆，嗯，这个鹰嘴豆比较硬一点。好嫩啊，还很 Q， 像跟我妈用高压锅煮出来的一样。一块肉骨头，轻轻松松就拿下来了。这是什么？盐，加点盐，应该是胡椒粉。哇，好好吃。我非常期待喝这个汤，它这个里面这是生姜还是萝卜？这个萝卜不对，这不是萝卜，这好像就是刚刚那个司机叔叔跟我说有点像土豆，但是不是土豆的东西。帮我吹一吹，谢谢。哇，这里面都是那刚那块羊肉的油，一整碗的，比鸡汤好喝不知道多少倍，谁来帮帮？这汗都出来了。我还点了一个羊肝，这么多，哇，还有血，这口味有点重。这是铁板煎的，铁板烧里面的鹅肝差不多，羊味还挺重的，哇，有点上头了，吃饱了，拜拜。